向上疑问句，请向法鼓山创办人圣严师父疑问句，请向法师疑问句。法师请坐，大众请坐下。我们今天很高兴哦，郭行法师来带我们做生活处处皆是禅的活动。那大家可能都认识郭行法师，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。郭行法师是1986年在圣严师父坐下出家，然后他1991年曾经到泰国学习南禅修行一年，那之后带过无数的禅修活动，也担任过法鼓山里面的重要职务。那现在是纽约东出禅寺跟香港道场的主持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活动交给郭行法师，谢谢。是我一路上都是在禅修这个单位啊，现在回去要当堂主，用堂主的话，我们叫堂主干嘛？我们有个禅堂啊，师父是希望他一年啊40次禅期，40次，一生是7天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前后这个 check out 9天嘛，9×40就360。意思说整个禅堂都一直在打禅期这样子，但是师父的愿望，因为他希望能够推广，我叫做什么？推广汉族的。参考的话，大概你要参堂里面大概要10年左右。那我们在那个参堂，莫照的话，其实我来这边之前，我就是堂主啊。堂主还有我们这个生活禅，基本上就是那种。刚开始我们是发式动禅，接下来什么坐姿禅，发式动禅也是立姿的，站着人坐的。现在有立姿禅，又有坐姿禅，然后吃饭禅，走路禅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在禅修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觉？我们叫情绪觉察。慢慢的就在演变到现在的生活禅了。好，请问你们对生活禅的认知是什么？你们这一组谈一下好了，你们谈一下，要不再问个答案嘛？你们就是五分钟吧，你们这一组谈一下，你们认为生活禅是什么？Thank you.
减的。节照是什么？没讲的啊、哦。
叫什么？心是什么？啊？心心念念的。像说这样子的话，你有办法觉察吗？静静的。当下是什么东西？现在，现在是名称了。现在什么？清清楚楚明白。清清楚明白什么？明白自己的那个，就是这个每个念头。明白这个每个念头啊。有人打妄想，你也知道你在打妄想。在打妄想，而且讲话的时候呢？讲话的时候怎么？关照，关照什么？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禅或学佛啊，大概有很多冥想的，就是说比较喜欢，然后在当下，那我要做的时候，当下在清净，到底代表什么？不具体，对不对？你就关照念头，念头是这样子，你在打坐的时候。我体验呼吸，那你就有画面出来，你就可以知道念头是什么。当你在讲话的时候，你讲话是不是画面？算不算？那你怎么关照？所以，像我们希望就是说生活禅，你在学的时候，真的，我给你具体的方法。那这一个。好，再问一个，禅是什么？也可以五分钟吗？五分钟好，来一个五分钟。Thank you.
你不要讲太多了。所以要如如本性，好好，换一个。我们这组觉得禅是一种智慧，然后安定之后的智慧，可以自由运用你的心，这样。哦，安定的智慧，好，来。法师是在明心见性，是去发掘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好，明心见真如的心，好好。这组是哪位要发表？金刚经上说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说生心不要再附着或者是 attach 到任何一件事情。好，不要再执着，叫禅。好。好，我们这一组认为那个禅就是用一个方法，比如说用止观、用默咒的方法去达到身心安定的一个目的。好，我们这次讨论是觉得禅就是从观照察觉，然后用方法来到定心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大家讨论是说要修行专注，然后放松。好。都可以讲，都对，那你都不是很对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行住坐卧皆是禅？听过了吗？啊，那大家理解是什么？行住坐卧皆是禅，为什么叫做行住坐卧皆是禅？对，我们今天讲住都是禅嘛，为什么说住都是禅？你现在有感，有没有感觉禅？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没有感觉他，没有。有一次师父在打棋，然后他很感觉到了，他师父在哪路？在后面的，就是他打了不错了，他很快要到了，师父在哪？两个在后面这样，快到了这样子。禅真的就是，祖师会用很多方式来解释禅，那现在我们常听到就是，哎，后面有没有听到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就是什么行住坐皆是禅，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啊，对不对？那这句话到底是针对开悟的人讲的，还是我们也有混？我们一般人有没有混？有没有？没有你在干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问你在干嘛。就是禅就是你的心，脑子就是你的心。你现在有没有心？有没有？好，心跟心念，它是什么关系？心才有心念，对啊，那什么关系？啊，你们点头，点头跟这个心是什么关系？
不要换，就是好。你们晓不晓得有个叫做海水跟波浪？啊，你的心如果是海水，点头算不算波浪？是不是你这个心让这个点头的现象发生，算不算？这算不算你的经验？那你讲话算不算你用你的心让这个话的现象出现，算不算？所以你可以挑选嘛，哈，我可以讲这句话，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现象，我们叫声音的现象。有没有？你可以选择，我可以选择不讲话，我可以选择讲话。那选择讲话算是现象，对不对？相当于海水跟波浪的关系啊。那心，它有没有形象？没有，没有。心没有形象，就这样。海水没有形象，那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什么波浪啊。那各位，就举个例子好了。有时候你就叫小朋友说你要做乖什么，乖宝宝，他用什么东西做乖宝宝？啊？行为。那用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的变成乖宝？你有没有发觉就讲你要做乖宝宝，有没有？他是不是有一颗心，然后让他乖宝宝的行为出现，有没有？那颗心让行为出现，行为是波浪，其实它也是心。就是海水，就是波浪本身就是海水，但是做了这个行为以后，它马上又可以产生另外一个行为。你们注意看到哈，你是用心产生一个，比如说乖宝宝的行为，算不算？就乖宝宝的一个现象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现在抓痒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坐着不动啊，不要吵闹，不要吵闹，是不是让不要吵闹的现象出现？算不算？好，那你看到，我让不要吵闹的现象出现。另外，我让不要吵闹的现象出现的时候，请问我晓不晓得？啊？晓不晓得？所以你的心至少有两种功能啊，你让你的身体的现象出现，那另外你能够认知啊，那这些全部是新的功能产生现象。那总而言之就是处行住坐卧，行住是不是你算是就是行的现象？那我用什么东西让这些行的着陆的现象出现？心，那禅就是心，行住坐卧就是禅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主？我是不是尽量啊？人家骂你，好在，人家骂你啊，算不算惨？怎么讲？啊，有点入心啊。我可能再透露一下，心有知的功能，对不对？那人家骂你那个声音，你能不能感知？可以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这时候你的心要不要进去？要不要进去？我所谓进去是什么？就要不要参与？要。
啊？要不要参与？你们知道参与什么意思吗？啊？不是，我讲话，如果你没有参与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听到我讲话的声音？那我参与是说你的心在哪个时间点都要参与。我们一般讲叫做什么化身骗一切处，有没有听过？化身骗一切处，有没有听过？其实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化身。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化身，有时候很多名相，因为我现在也讲一声，化身、般若、佛性、空性、真心，都同个东西。但是这个我们一般人会搞不清楚，以为有一个叫化身，他骗一切处，或者说我们要开悟以后，他才什么骗一切处。请问你们现在的心可不可以感知所有的现象？可不可以？啊？不可以。你现在你听远方的地方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呀、啊。大概你就不可以，其他人可不可以？啊？我请你尽量一直往无边的一直听，可不可以？你不可以是吧？可以的请举手。啊？不是，你要想办法说我去听，一直听一直，我引导你自己往外听，你有没有这种功能？对呀、啊，那你怎么说？说不能。功能是的。啊？功能是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心去障碍。没有，心从来不会被障碍的，从来不会的哦。你的心有多棒啊？心从来不会被障碍的。你讲看，你心为什么障碍？你讲讲看，你随便讲一个，我来把你反驳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你说障碍，你讲讲看呢、啊？啊？我跟你讲具体一点啊，无名是个名相啊。心本来是没有任何念头，你这样一想的时候就呼出一个念头来，然后就捂住你的身体过来，这样有没有被障碍？没有。啊？那你什么时候被障碍？觉得自己的心好像是应该，可以这样整个空罩。可以怎么样？整个这样子空罩，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偏袒。好、啊，你可不可能？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。不是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，比如说，有点像是你在什么煮饭，有没有？你煮饭，你操作什么？你把那米就是什么？他要半个小时才会煮熟，结果你差了20分钟。电锅煮20分钟算不算成品？算。
那个声音都是成品啊，只是不是你要的而已、啊、算不算？他永远你这样子，我举左手，左手的心情出现，举右手，右手的心情出现，只是你不要而已啊，心从来没有障碍过啊。那你比如说你想要举左手，那你自己不想举右手，心也没有障碍住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不是你要的。好，他不是你要的，请问这个想法是不是心想事成？有没有听懂？这个东西对不对、啊、那我不是一个，他不是我想要的，你不是一个，他不是我想要，算不算心想事成？你呼出一个，他不是我想要的念头，算不算心想事成？这个念头算不算？你心就是永远是什么？你想，他不是说你想要的，你本来要这样想，结果他呼出一个，这是我想要的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心就是有那么棒的，那个禅就是在讲，就是什么？他们已经找到这个这么棒的。那他们可以什么？他有无穷尽的功能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用。那我们也是心想事成，但是你自己把它什么限制住了，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？对。但是你们心是不是有这种功能？我讲话你点头，算是你的心的一个很棒的功能。啊、如果你中风了，要点头不行，算不算也是心想事成？啊，很多人认为不是。我常常讲说，身体会中风，我心不会中风。就你心要所要走。要动出去，结果什么？结果那一个身体没办法动，可是心要我要手伸出去，这个念头呼出来有没有？有没有被障碍住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所以你心可以呼出一个意念的现象，那这个意念的现象要驱动什么？驱动手的现象，你可能那个地方。那不是心被障碍了，是那个现象被障碍了，并不是心要想什么没办法想。好，讲半天就是生活上你如何用这个心能够自在？你其实你任何时间都是自在的，因为那个心从来没有什么，从来没有障碍的。那不知道这个时间够不够长啊，就不太希望就是多少在讲啊。但是我们在学禅的时候就是点点滴滴的学了啊。好，别讲太多的话时间不够，我们总只有三个小时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到12点了，现在就快要一个钟头了，都还没有。我们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惨的感觉？忘记关炉子啦，或者啊，你忘记关炉子，算不算心想事成？
为心管理还是怎么着？是，你想什么就什么现象出现。做神算不算心想事成？算。
这两个全部是不是都是新的功能？你有没有离开你的心？所以处处都是禅。这样心有什么好？这个禅有什么好处？别搞糊涂了。没有，不需要。其实我们的禅啊，完全可能讲两个主题好了啊。第一个啊，就是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。我们现在讲现实报啊，你刚才就要讲当下嘛，要活在当下嘛。那我现在把很具体的当下告诉你，什么叫做当下啊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不是未到，是你不知道。那什么叫做现世报？一般的现世报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事，然后被车子撞死，叫现世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认为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你坐在这边听我讲话，哇，好舒服。听我讲话，哎呀，觉得无聊。我们把这种感觉叫做现世报。你们认同这样的现世报吗？可以，啊，可以啊。那，如果说你当下的感觉是现世报，你一天有10万次的现世报，好，那这个现世报是可以选择的，啊，因为讲一个好吗？这样想想好了，我们的身体、语言、感受、心啊。这个通通要不要你的心参与？要不要？心参与就是你的心要去感知身体，对不对？驱动身体，选择身体的动作，有没有？乃至于人家骂你，看叫人家骂你，是不是你的心要选择去听他？要不要？心要，我现在用的叫敏哈。你就是知啊，你的心去明，你们的心来明我这个现象，叫做看啊，一般叫做看。你的心来明我的声音，一般叫做听。你的心来明你的，哇，就是腿有点不舒服，那叫明，叫做感知啊。你的心来明你的想法，我们一般叫做思考，或是说感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人叫做它同样的，它叫做明。好，你们现在看到，比如说我骂你，我骂你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要不要明我这个人的脸的那个色相？要不要？要不要明我这个人的声音？要不要？因为很重点啊，对对，所以你要明就叫做参与，这样听懂？你心就要参与，这是大家的功能，对，有没有这种功能？跟上来了，好，再来一个关键的东西啊！你听到我骂人的声音，听到我这一个讲话的表情啊。另外，你觉得这个是人，这个要不要新的参与？我先不要讲是不是人啊，你骂的这个是人，是不是要不要新的参与？要。好，那等一下我跟你解释以后。告诉你说，你把声音当成人，我也可以解释一大堆理由啊。难道你想通了，你发觉他不是人，声音算不算人？但是你是听到声音，还是听到我这个人？对，而且所以把色相，我们之前不是用布袋戏吗？还记得吗？布袋戏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布袋戏，啊，你看到是布袋戏，你看不到那只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到那只手，那你把那看到那手当成人，或者看到布袋戏当成人，这算不算新的功能？新要不要参与？要。要啊，那你新的参与，然后我想他，我就你怎么骂我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的想法，是不是算是你的新的功能？
那我很不舒服，是不是心的功能？从头到尾都是谁的心？这叫就叫做禅。然后你知道是知道都是自己的，然后但我最好能够看到做梦，全部你们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男主角、女主角？就是除了你以外，女主角什么路人甲、路人乙、路人丙是请来的还是都是你的？你不要讲说我现在这个人活生生的，你说变吗？你们会不会跟记忆中的人对骂？会不会？好，就我这样讲，你跟记忆中的人对骂，请问对骂那个人是不是你心所明的？那你对骂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你自己心所明的？那你心很生气，你说身体就是念头很生气，身体很不舒服，是不是也是你所明的？只要你心所明就是禅，就是心。这样，你要的答案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知道是做梦的，对方就不是人，你是不是可以选择舒服的感觉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嘛？禅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任何时间你都可以选择你要的现象。那要的现象我们叫做现世报。有没有听懂？好，那我就先跟这个讲好了哈。我们现在身体、语言、感受、心，这些是不是都被你感知的现象？有没有？它，你可以心透过身体，比如站起来，让身体的现象出现。但是我们通常会把身体当成我。你把身体当成我，也是不是你的心的一个什么心想事成？算不算？你把身体当成我，你可以通常一辈子，通常一般人是一辈子都把身体当成我。你这样。